每到连续假期，北回线总是一票难求，而且是充满返乡人潮。不过这样的画面呢，今年不在了，整个车站是冷冷清清的，剩下来做快筛的居民还有零星下车的返乡民众。一大早有居民来快筛说，因为他从高雄回来，接触到北部的家人，因此来做筛检保护自己，也希望可以保护家人。而卫生局表示，6月11号开始1.4天在月台出口设置快筛站，虽然没有强制性，不过还是呼吁旅客能够来接受筛检。往年端午连假第一天，车站以及国道满是人车潮，不过这样的场景今年已不在，车站冷清清，只剩下附近来做快筛的居民以及零星下车的返乡民众。县政府在玉里车站设置快筛站，让旅客返家前先筛。我这个会到底转三圈，来往前一点，往前，好，这样。一早就有居民来快筛表示，因为自己从高雄回来，也曾经接触到北部的家人，所以来做筛检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。台北回来的亲人，长辈他硬要就是共餐不分餐嘛，对的，既然有跟北部的亲人有接触，那就来做快筛。快筛站虽然没有强制性，但接受度还是很高。不过观察也有不少人不做快筛，快步的离开。卫生所表示，旅客为了自身健康可以多加利用，流程也相当简单，不会耽误太多时间。记者高双双玉正采访报道。